花接前文啊，这个重文轻武。过去也讲这个，就是穷文富武，是吧？其实这个文是基础，你不要看就身体是基础，这个没有错，一定是。但是你是单纯的注重这个身体，其实身体本身就是所谓的物质一方面，灵魂是精神。你老是强调这些，用这些，那就是有了钱，有了精力，没事儿闲的，他就老这么玩。身体好了，足够用了，我们再拿这个来换更高尚的、更重要的其他的东西。虽然说自古也有这个武状元，但是很少，是吧？一直都是这样。那就是除非某个皇帝个人爱好一段时间，才就这个。就包括练功也是，还是以静为多，以动为少。你这个武状元他只不过是，就像现在的体育生、特长生，就文武之外，其他的那都是特长，很少。这个文，中国这个文特别重要。所以说，那个历史上封号，凡是带一个文字的人，都是比较了不起的，所以你考虑给孩子要不要叫个文，说不定这文字它还是有它的力量啊。文理呢，我们开篇第一两个作品就讲，这个科学其实就是这种理性的思维，它是具象化的，它是分的，具体解剖就是微观的。而宏观的就是文，它这个理也代表物质化的一些方面，就是也是象征着我们所谓身体、机械这些。中国就是明朝的禁令嘛，乱发明机械者斩。他们把这些就是都当做技巧之事，认为你老百姓够用就行了。真理止于至善，不让你太过度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真理，只要它是善的，它就是真理，而不是说哪个高哪个低。你当然也可以那样去理解，因为真理只有一个，这一句话，甚至不用说话，这个就是这些。那自古就有墨家，对吧？什么中国的早的这个，包括古代科学，也一直拿出那个现在挖出那把剑来啊，就是哪个朝代的，就是一折开，是吧？玉皇勾践应该是，苍啷啷，还是那么亮，还是那么锋利，解释不了，建筑物，不用支撑。没有钢筋水泥土混凝土解不了这个未解之谜。现在你看这些账号，这些都很关注，什么什么这些，那他讲了半天还是解不了，就科学就无法解释。所以现在为什么就关注这些的很多呢？但是他们讲完之后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很多人就爱听他们，没办法。这个文理，这个在明朝之后，中国这个科学就开始逐步的，之前一直几乎都是第一，除了个别几个文明古国，一段时间他们连国家连文化都没有，四零八落。那现当代这个物质文明啊，就是这些太注重这个理科，而我们广大的情怀这种文的包容力，但是真正的还是要结合啊，你不要高高在上低低在下，它不实在飘。这个呢，它就是傻傻的，是吧？它就包括情商这些都应该属于文的，所以你看很多科学家感情并不顺，你的眼泪只不过是